有看到老鼠岛这边多了一个红色的宝箱？我在没有开始录制之前，我有先去试着把那个这种红色的宝箱有没有有会开到幸运礼盒这种红色的宝箱，把它全部找出来。在整个游戏的大陆里面，12个大陆，哎不对，对，12生肖，12个大陆，然后含其他隐藏的大陆，什么友情之心啊，然后藏匿岛，点点点，我们一共找到30个红色宝箱。那如果你按照网络上面的攻略去找的话，你会发现虎大陆他说有6个褐色宝箱其实是不对的，因为虎大陆实际上它是有7个，所以如果你总数找到只有29个这种褐色宝箱，那最后一个一定是在虎大陆上面。如果你按照攻略走去找这种褐色宝箱的话，总共会有30个那个幸运盒的那个褐色宝箱。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找到30个以后呢，在老鼠岛原本的地方，它就会触发一个新的事件，就是多出这个红色宝箱来。那你打开它以后，会得到次元之环。那这种东西并不是用来装备的，那你拿去卖的话，可以卖到20万的价格，很高。它也没有写说这是要拿来做什么，它是写不知名的东西。那我告诉你们，那个次元之环的用途。这里啊，猴大陆的荒地，我搞错了好几次，不然照理来说现在是应该要拿到了。在猴大陆这荒地，我们先前已经来过了。那在上面这个地方，里面有一个叫异端的石碑。那我们开启了那个次元之环之后，这边就会多一个阶梯可以下去。这边会出现一个神秘的空间，然后多出一个新的装备叫雷爪。这样我们4大名器就拿到了那个撒哈之剑。沙哈之剑需要72个土地都达成，然后去跟土地博士讲话。再来是那个火神宫，72个土地达到以后，在那个龙大陆的火山旁边，它就会出现。然后雷爪收集30个褐色宝箱，再来最后就是那个什么，还有差什么装备？圣枪在那个风转岛。好，我们回到树岛。那装备不拿起来的话，你直接把它换掉的话，那个它装备也不会直接更换，很麻烦。攻守暗杀者高武者，那个暗杀就不用了，因为我也没有武器可以给他。
多一个梅杜莎之尊。先这样那我们也该练功了。哇，在练功之前先把自己的装备合一合吧。我们的存款现在要90几万了，太需要去担心有的没有的，他们都没有人要的。梅杜莎之尊看可不可以卖掉，那个真的也没有什么用。又多一个新女仆，没有，我们刚刚重新读档，所以新女仆刚刚没有开到。找伙伴吧，活大陆在的那个什么四神汤镇是哪里？又回到大厂来了。他一定要进村才能知道那个村是什么东西，这样就很麻烦。作园村，死神汤在哪里？肉洞村。要去找那个镇的那个配置啊，因为说实在，一个大陆里面一定会有一个镇的，但是镇在哪里？镇在这里，没有大陆的，独立成一家，这里。用冰块的结果没有练了，没关系，我应该打得赢他。好，抓到一个伙伴了。去哪里？干！
第二个同伴在这里。他们只请一个保镖，怎么可能打得赢我？香肠热狗，啊，馒头在哪里？这里，第三个。啊，这个有点痛啊。要逃掉了。第四个伙伴找到了。我觉得应该要去蛇大陆稍微练一练。他们买一下装备好了，不然烂得哭出来了。
钢铁银甲，太奢侈了吧。混沌系列可以卖掉了，那我们拿到混沌护身符了。什么王牌啊，打一下就晕了。而且他根本打不中我。
传专属，然后永远打不到我。其实我打他也不痛，就是。赢了。拳法掌门人，虎啸，好了，欢天喜地的开赛，我们打赢了。接下来要步入最后的结局了。结局一共有两个，那我们先挑没有友情之心的结局看。就知道这是 bad end， 这是第二个结局啊，除了爸爸结局以外的第二个结局。那如果我们选择放人呢？
也是 bad end。这次我们买了友情之心，来看看友情之心的结局。
真是烂的结局。关了，四个结局也都玩出来了，那我们应该毫无悬念了吧？好，谢谢大家收看，那我们下次就换《侠客英雄传三》的第二结局了。好，各位观众，拜拜。